今天邀请到滴答，很好，我是滴答。我们今天就要来挑战童趣的游戏。哎，这些游戏大家都以为只有台湾人会玩吗？那我跟你们说，香港人也会玩。没错，这个也是从小玩到大啊。等一下我们就来看谁是游戏王。等一下呢，第一关就是战斗陀螺。来，那现在就剪刀手，我们决定先出战的那个人是谁。剪刀石头布。你们看你们要选哪个把手配哪一个，一个是就是比较现代哦，对，拉绳，一个比较手动，还有剑的感觉，对对对，还有剑的感觉，然后跟两个颜色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布，真的很爱出两个人，有啊，我没有，有啊，那你要选哪一个？那你既然你说这个比较现代，我当然要这个啊，这个比较好，好弄，真的吗？我刚才没用过这个，那粉红色的。我不会输的，我觉得我的配色很漂亮，我完全是用外观来就是选择的。哦天哪，很兔兔 style。三、二、一，哇！我看起来很强哎，加油！快，我不动，我不动！哈哈哈哈哈！我赢了！我赢了！你答应了？哎，我以为我会赢，我刚刚那个下就像，可是你就在旁边转，你自己在乱转，你自己在乱转，我很稳的在那边刮墙壁，然后自己在中间这样。因为我刮墙壁就会磨损我的速度。对对对对，剪刀石头布，小叮当，我不要剪刀石头布，小叮当，小叮当来，哆啦 A 梦要这个传统，太好了，我觉得力量比较强，真的吗？对，然后陀螺不换，我要装小石头比较强，是不是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要帮他扳回一层，那加油螺旋形成，什么什么爆破贝利塔，来，好耻哦，我尺度好高，准备好，三二一 ，Go！剪刀石头布，然后证明这个比较强，这个比较强，我比较会用这个。想坑我，我要小粉红。我跟你说，橘色真的比较厉害。I don't care， 因为我觉得粉红色一进去都会撞墙壁。判定到点是不是这样？就是它的形状吧。三二一，哇！耶！我跟你说，橘色真的比较厉害。I don't care。吹到最大，预备，开始。这个水漂到在哪？你那种很大一坨哎，赶快偷看别人，是不是要越大越好啊？你说这太大坨是不是？吹不到，所以我们立刻知道，就是不能太大坨这样。还有了，还有。三。十，你好大哦！我已经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
记了，你哪里漏了？我不知道。你吹的还蛮漂亮的，而且还晶莹剔透哎。有没有那个触感？就是感觉经得起那个，经得起搓揉。而且我刚刚才知道，原来就是你吹吹停下来的时候，你要就是堵住那个气，不然气就会从那，然后你就一直吸那个化学物源那种感觉。对。三二一，开始。就是大概站在迪迦这个位置，对，然后就往这边丢，有分数，这边有分数，然后一人只能丢十次哦，就是你粘到头发，然后弄到哪里，只要没丢甩出去就算，都是浪费一次机会。剪刀石头布，哎呀，你也可以决定自己先哦，你们输的人先，我最后。剪刀石头布，我最输，哎那啊，他们刚刚说要就是要这样子，就是你不能这样抛物线。会输，所以说我现在就按照这个逻辑，一发，还有一，什么都没有，没有没有连着，对，没有连着，对啊，一，这么严到但没有分数，一，哎呀，加油吧，加油，没有，哎呀，第六发，五分，好，第七发。有吗？没有。会。有吗？第九。会。开始。算吗？大理应该是开始。哎呀。第十发了，最后一发了。最后一发了。有了有了有了，三十了，所以总共35分。35。可以。我想要先拿一个稳的分数，30分先来好了。哎。这样有吗？这样算吗？给五分呢、欸？他不给哦，没有。等一下哦，30哦，好，我有30。擦边球，好哦，四，好，不准，那你也没有多球。哎呀，第一，没有，八，完了你，啊，没有连住哎、欸，九。没有点到里面，最后一分了，最后一分，啊，真有，六十啊，60，我60分，天哪，我觉得刚刚看着他们两个人玩，我已经抓到诀窍了，你好像很骄傲，对，他们太快把手伸回来了，你懂吗？他停滞，要 hold 着，对，看有多厉害，哎，有真的是哎。等一下，你好讨厌，我听不见了。100。190。哎呀，20，又拿到20了，210。哎，还有几下？还有2下。210，有240。差点。我以为你是我对手呢，我来试一下你刚刚说的这个好了。对，有哎、欸，有，果然我选最后一个是对的。我们这一关获胜者是叮当，哎，我怕被打到，现在真的非常危险。你看到了？他跟我们分享了很多那个诀窍，就是你要有那个 pose， 你要定下来这样，所以一定要最后一个玩，对不对？先观察一下。自取的道理就是在就是尽量最后，然后先看别人怎么。我从里面挑那个自身的原因，对，好不好？大家学起来没？好，再一个是游戏王，耶！好，我们在迪达那边有合作一个影片，是猜那个什么经典，对，台湾年代的歌曲，大家可以去看，然后并且要追踪迪达的 Facebook、IG 和 YouTube 哦。
影片就到这里，喜欢的话先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小猪拜拜，迪迦叔拜拜，拜拜。成功了吗？是要给我的吗？嗯，送给你，谢谢。你穿的真棒，而且这颗感觉也是很有弹性，对啊，是很经得起。然后你说你最后喜欢把它弄破，是不是？我要什么？